嗨，我是可恩，今天将会是很直接的一集。如果你是没有什么钱，不想要花大钱，但是你又想买一个平板或者是智能手表的话 ，OK， 这一集你要看。说最近呢，华为就出了两款1000块以下的产品，是真的是1000块啊！你没有听错啊，而且还有的早听。一个是平板电脑华为 Mate Pad SE 10.4寸，999块。另外一个是智能手表华为 GT3 SE 899，外观看上去完全没有问题，颜值依然在线，但是我可以老实告诉你们啦，这个价钱肯定就不会是什么顶配的 style 啦，尤其是这个华为 Mate Pad SE， 它更加适合一些没有什么太高 budget 的学生啊，家里面的小孩啊，或者是长辈等等，日常拿来追剧啊、学习啊、上网课啊，就是完全没有问题，日常功能都 OK。 重点是在价钱好下手，比较买得下去嘛。 OK， 现在我们就来看证据吧。屏幕10.4寸 LCD IPS 2K 屏，7.85mm 厚度，重量440g。不得不说，这个黑边框是有点粗，而且后盖也有点塑料感。但是屏幕是 2K， 这点还是给好评的，而且还有那个 TrueFresh 的护眼认证，还有这个 Flicker Free 认证。我这个颜色呢叫做 Graphite Black， 就只有一个色罢了啦。娱乐体验上面平板就是平板咯，尺寸是比手机大，同时开3个 app 都可以看到清清楚楚，看戏不用讲肯定就是更爽的啦，而且它重量又比电脑轻，它只有 440g， 你可以很轻松的把它从客厅拿去睡房，再从睡房拿去厕所，这样子摸摸疼。而且 Mate Pad SE 拥有华为 HiStand 8.0 调教的双扬声器，拿来看戏。听歌上网课是 OK 的，尤其是人声也有特别处理，更加突出。那游戏体验我们就不做测试啦，毕竟这个价钱还是要有所取舍的。刚有提到这台平板是刚是孩子对吗？嗯，对。Mate Pad SE 可以进行家长管控，就是说父母可以自由 set app 的每日使用时长，比如一天只可以用3个小时，然后也可以 set 可以用的 app 是什么，比如说 TikTok 我不给用等等。最后还是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你们一定会想要问的，就是这一个平板到底能不能用到 Google 的 app 呢？是可以的，我上个影片跟上个影片都有讲过，就是通过 Lighthouse 的这个 app， 在 App Gallery 里面呢就可以找到这个 app 啦，然后你下载就可以用到 Google 相关的 app 了，比如说 Google Map、 Google Drive、 Google Meet 都可以直接下载到。总结说呢，反正999块就可以买到一台哦，基本功能都有，可以用到 Google 类的 app，鸿蒙 3.0 音响不错，拿来日常使用的平板还是 OK 的，它就特别适合 budget 不高，但是又想要有一台平板是拿来娱乐刷剧用的，这样子一台它就拿你了咯。接下来就是这一个手表啦，华为 Watch GT3 SE， 它的出现哦跟 Mate Pad SE 的使命是一样的，就是凤雷撼群。因为 GT Triple 少少都要1399嘛，这样它呢只要一般价钱就可以拥有大多数的功能呢。你不要看它好像很大个很重的样子啦，真的是轻到我戴在手上是完全没有负担的。你看我甩手，也没有太大的重量感。1.43 AMOLED screen， 46mm 的表盘，塑胶表带，女生戴的话多少是有点大啦，毕竟女生手小，会更加适合41到44mm 之间的表盘。但是男生一戴就 fit 塞，46mm 完全可以焊死在手上面了，可以这样安塞的吗？你菲菲的手 ，OK， 这样我也试下戴在手上看。秉承代表月亮，惩罚您。旁边的转盘一开始我以为是可以转动的，实际上是不能，它就是一个 design 罢了。而 button 的设计呢，跟 GT3 是一样的，上面表冠，下面是可以按的实体 button。里面有超过100种的运动模式，有 running 啦，有 cycling 啦， jogging 啦， yoga 等等，也支持心率、血氧，还有华为 TrueSleep 3.0 睡眠检测，还可以 check 到睡梦中连心跳、打呼、deep sleep， 还有讲梦话那些。另外它还有提醒功能，就是可以提醒你站立啊、吃药啊、喝水啊、定时量血压都是可以 set 的。最重要的是哦，它的续航是跟 GT3 一样，可以耐2个礼拜。轻度使用真的是可以2个礼拜才 charge 一次，重度的话1个礼拜。那对比 Apple Watch 一天一充，它的耐电程度真的是算很劲哦。防水上面它只是5 ATM 的防水等级，所以平时你运动啊、流汗啊、下雨被雨淋湿啊，都是没有问题的。游泳吗？游泳啊，也是可以。最后回答一个你们很爱问的问题，就是这个华为手表
是不是只可以用在华为手机上面呢？答案不是的，就是还可以用在 iPhone， 也可以用在别的 Android 上面。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其实这两个产品我是这样子讲的，他们可能不是你心目中最理想的那个菜，但是他们又无可厚非，确确实实可以满足你日常所需的哦。尤其是家里面有小朋友或者是老人家的话， MatePad SE 大屏大声大电，喜欢运动的话 Watch GT 3 SE 耐电耐用耐看，不管是买来自己用还是买来当礼物送。话说你圣诞礼物买了没有 check？